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又继续收看 GL Toy Review。我是您今天主持人的 GL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荣誉的分享就是这一个 Toyota Crown 空分，编号是51。这辆 Toyota Crown 空分是我阿姨从日本买回来的。我也不知道日本不像马来西亚一模一样是用盒子来装的呢，但是我们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开箱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开箱。我看到这里是有一个真正的 Toyota Crown Comfort 的照片。就是这一辆的，我也非常喜欢这辆 Toyota Crown Comfort， 因为它是一辆，但是而且非常的很美，里面是全部是黑的，然后其他的话都是一点花红的，非常喜欢里面。好，现在再看一下这个 Toyota Crown Comfort 的前面的 Toyota logo， Crown Comfort logo， 然后这里是那个 C。旁边这里写几十瑞士，但是我很不明白什么一直 Galaxy 呢，一直是无线，然后1031，而且这个车是可以打开的。好，后面也是一个Toyota logo，写着快，这里写着快空客，我可以写的电池哦。在旁边也是这一个无线1031，而且同样这一个我不明白的是瑞宇，而且这个点是 taxi。再回来前面，这里可以看到 Domiga， 名字是 Toyota Crown Comfort， 然后编号是31。我来补充一下，这辆Toyota Crown Comfort 它是整个都是铁的，还有车底也是铁的，其实比我们Domiga车子，比我们其他的Domiga车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也希望更多人来 subscribe 的 video。 我是您今天主持人，这样我们下次再会过，拜拜。